那个照片，应该就是被诗雅拿去的。诗雅，是已经想起来了吗？应该还没有，她想不起来的，因为她脑子里的记忆都被消除了。是一种逃避性的失忆症。为了克服极度的不安，诗雅当时醒来时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只要是不给她巨大的刺激，她是不会想起来的。 爸爸，你有这个能量吗？姐姐也是和你一样吗？能够吸收别人的，也能够传递给别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极个别的人拥有，而且能量付出了，也许自己就会失去生命。经过那次事情，我自己的特殊能量失去了，整整躺了2年。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不告诉你姐姐。 都是为了他好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诗雅，诗雅，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？来，姐，是我害死他的吗？ 那天在西国里，是因为我那孩子，是让你的记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我，我会害死人类。